才艺双强七度对决，挑战者黄品荣全力猛攻拼宝座。花西烟花何归家，走落北看那曲江，来天遥遥地难调，一所雄标是秋能够表现出一般女生可能展现不出来的那个力度跟强度，很自然很上的感觉，超级稳啊，表现最好的一次。为民者丁佩君剑圣恐惧，相爱的人想起的形影，暗淡的月有你做阵行，相爱的人一摆，大声叫你的名。今天有点卡卡，没有发挥，我是有点不太稳。台语战局会出现意外变化吗？